台南海鲜，这里大概成立了大概30年，从1985年到现在2015年，从爷爷奶奶到现在爸爸妈妈接手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里是海南海鲜，所以通常他们都叫这里，因为这里是土油站嘛，所以他们都叫土油站海南海鲜村这样子哦。据他们了解，因为我们是海南人嘛，从爷爷到现在，我们都是海南人，所以这里他们都叫海南哦。这里菜的特色是以海鲜为主。通常是那种贝壳类，像西部啦，他们叫简称叫田螺，还有另外一种是大个的蛤蜊，就是他们所谓的螺干，大个蛤蜊。如果你要吃比较新鲜的，你可以叫青生小辣椒了，就 steam 这样子。除此之外，这里大多数人叫的是魔鬼鱼，他们所谓的杭河啊，做小辣椒豆酱，这个是这里很出名的一个菜色这样子哦。除此之外还有花蟹咯。花蟹是跟螃蟹不一样，它是花蟹来的。通常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，他们可以叫三八咖喱粉这样子，这是我们这里蛮多人叫的、啊。另外一种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可以叫羊狗，就蒜头跟姜这样子炒，这个也是就是这两样，一个辣一个不辣，是这里蛮多人叫的。除此之外，如果要炒粉那些的话是印度面哦，印度面，或者如果不喜欢吃干的，可以叫卤果条。或者干米粉，他们叫的米香这样子炒三八咯，或者新加坡米粉就不辣的，就是这几样炒的。如果不喜欢吃海鲜的话呢，可以叫鸡肉。这里除了海鲜，还有卖鸡肉那些哦。鸡肉是厨师自己做的，他们自己腌制这样子做，就是一个叫蒙古鸡，它是黑胡椒掺奶油为主这样子蒙古鸡。吃了会比较开胃啦，因为它带有一点点黑胡椒，然后有一点点辣这样子。